直进直出的，那种大气效果的，有的是追求这种转折一下，哎，上去以后要稍微转一下再进去，曲折一点的别墅都不一样。这种百叶，看一下这种百叶，现在还有很多公司里面，这种百叶是纯装饰性的，在绿城那边这种百叶已经不是纯装饰性的了，它已经是就是像国外一样有实用性的，那平时。木的，它就是平时关起来的，它就是个窗，就窗外面的一层窗，就是如果我里面要通气，上里面开开以后，我直接把它关起来，然后里面是百叶窗嘛，百叶窗在国外用的很多，它其实用了很多这种，对，它这个直接是模仿国外的那种做法，国外可能就这样做，它直接搬过来了，但百叶窗一般的就是那种百叶，也知道防雨的嘛。雨下不进来，但是能通风，通的很好。那是百叶窗帘啊，百叶窗是木条的嘛，斜着的，就是，对，一般的是木头做的，家庭里面是木头做的，而且那个东西可以动的，是你向上一推，它转的角度啊，可以很平，可以很陡，就是木条做的，这样的话就是实用性比较强。不过现在很多开发公司啊，包括我现在的开发公司。还是做纯装饰性的东西，受不了，就是他就是弄个百叶窗放那儿，就是为了好看，但是他不用，你知道吧？但是现在那个东西就是直接把形抄过来，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这个不光是可能开发公司不知道，很多设计院他也觉得，哎，我就是个装饰性的东西，不成熟做起来的东西。这个不矛盾的，它推也能推开，然后上下也能动呀。我给你画一下。它有个，至少它先有个窗框嘛，就有百叶。对，窗外面加一个木条制的窗嘛，然后有个框嘛，然后有很多横向的这种百叶嘛。这个百叶呢，这个可能在里面定一个竖杆。这个竖杆呢往上一推，那整个百叶可能这个角度就会变嘛。这叶片角度会变，然后它这个就是采光啊，光线就不一样了嘛。它是这样的一个窗，这个就是他们私家游泳池嘛，看到。这是贴的吧？贴这是马赛克贴出来的，这是马赛克贴出来的。现在为了就是。其实这种蓝色的这种水都是用蓝色的马赛克把它贴出来的，哪有水是蓝色的呀？除非你再加点消毒液那些东西，不然的话不可能有这种蓝色的水的。就马赛克一贴，然后你把那水一透明的一弄，我觉得这个泳池很漂亮，其实都是贴出来的。这个你看一下，就是自己家的这种自己家的游泳池，这种舒适度就不一样了。比如周边都很私密，然后你自己在家游泳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不会感觉难受，这个也是，这个游泳池就是方形的游泳池，这个游泳池更加豪华，有意思，再加上一些喷水啊，它本身也是个景观，这样本身也有实用性，是，国外也有很多。罗马你去过？罗马你去过？罗马最经典的一个叫什么？许愿泉啊，就是在那许个愿，用这个手扔一块硬币，就是那个他那个欧元嘛，一块欧元扔到水里面去，然后许个愿，很多人在那许愿泉，他有一个在他也在罗马市，哪个区不知道，反正一个小街角的地方。老外的文化是这种叫什么？稍微等一下啊，老外的文化是浴室文化。我们看那种古希腊呀，那种那时候的那种电视剧啊、电影，你会看到，谈生意都在浴室里面谈生意的，大浴场里面谈生意的，不是说我们现在找一个什么。
饭店、会所呀、咖啡吧去谈生意，不是，大家在这边洗澡，在那边谈生意。而且所以说那时候的他的那种公就是浴室啊，弄得很豪华，卡了卡了，啊，应该是有的，我好像听说过，反正就是类似这浴场啊，在古希腊、古罗马很多，那时候大家边洗澡边谈生意，所以说他那边为什么做的那么好啊？这个地方都是他们当年的是重要的社交场所，这个就是比较情景化的了。比较吸引人的，其实也像那个聚会的一个小 party 的一个场所啊，能买得起这种别墅的人，其实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很多越来越向老外靠近，因为他们的子女啊都是在国外的比较多，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慢慢向他们融合。看一下。刚刚我们看到几种游泳池的方式了，四五种了啊，包括这个。这夜景。这又是一种。它因为它这种别墅呢，它把室外的这种灯光照明系统也做得很好。你看一下这种灯光照明啊。为了达到这种不是眼一些就是眼口的这种效果勾勒出来，然后室内的灯光透出来，整个的这种豪宅的感觉一览无余，也比较做的比较好的游泳池里面，它的游泳池可能也有灯，咱没开，游泳池里面也有加灯的，整个亮堂堂的，那这个游泳池就开张了嘞，晚上的游泳池也是一个很美的景观。像颗蓝宝石一样放在这地方。来看看一下这个东西。是在室内的一些装修。室内的装修，中国现在也是向老外学习。当年中国的装修还是比较注重硬装的。现在也对硬装啊不太重视，开始注重软装，因为硬装这东西呢，你装上去以后，你想换的话就换不了了，所以它就是软装。你看它这个硬装其实就很少，你把这种所谓的硬装呢，就是指这种墙面啊、地面啊这种东西，软装是指的家具啊、窗帘啊。你把家具、窗帘一拿，其实这个房间很空，就是一个房间刷了些涂料，装几个灯而已。但是你把软装一搭配好啊，这种温馨的感觉就不一样。现在整个的就是室内设计的这一块也是在向这个方面走。我可以根据我的心情不同，我换一下窗帘，换一下软装，马上这种感觉就不一样。硬装嘛，本身就是这样的，硬装就是花比较少的钱用到硬装上，大量的钱用在软装上。软装嘛，就像你一搬家呀什么都可以拿走，但是硬装是不行的。什么都带不走的，这是他的小餐厅，这个都比较常见，样板房里面一般做的都比较好，室内，卧室，现在这种家具厂很多品牌都在做类似的这种仿古家具。本身其实并不是特别贵，因为现在都是机械化生产的，不是手工打造的。什么东西啊？壁炉啊？壁炉是电子壁炉，电子壁炉这块会有那种电子火焰出来的，电子壁炉大家见过？跟这有点像，燃气壁挂炉是那个可以取暖的，它这个就是有几种，有一种是真正可以取暖的。就是直接烧那种油的，就烧那个燃气的，可以取暖的。有的是就是一个形状是这样子的，打出来的火苗是真假的。这个要分的，因为一般家里面不需要单独做一个取暖的，不像原来没有暖气啊，没有这种地暖的
这块是唯一一个取热源，然后整个一到冬天的时候，整个家里面围着它做，国外也是这样子的，围着这个壁炉去做，去取暖、睡觉啊，你都没问题。但是，现在呢，因为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存在这个东西了，也就是为了个景，为了个好看而做的。不光是这个，还有那种像个灯柱一样的取暖炉，大家见过没有啊？像个灯柱一样，就是在室内。我有一次就是在那个五角场旁边。有一个新疆的一个餐馆，一个吃东西吃饭，他那就是有一个像一个那个小灯柱放着，特别热，周边这几个桌子全照，就是取暖都能取掉，它那可以移动的，啊不是，它可以移动的，你们以后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各种各样的设备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的设备挺多的。美式装修风格，看一下大家觉得这种别墅怎么样？住着还可以吧？美式乡村呐，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因为风格这个东西呢，是中国人讲的。中国人讲风格，外国人没有风格。你说我、哦、你问老外啊，我这是美式的什么？老外不懂，你这什么叫美式风格？他们自己没有这个概念的。中国人是因为，一个是，开发商炒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人装修的时候不知道要装成什么样子的，但是看到别人的，哎呀，我要这样子，这是美式的什么什么。因为它的确是来源自美国人的一个别墅里面的东西，它色彩搭配啊，它材料运用啊，都是来自于美国人常用的东西，所以叫美式的，有英式的、美式的，地中海的、泰式的，都现在都很流行。对呀，也有呀，简欧就是简化的欧式嘛，简化的欧式的东西。说也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叫法，也是给比如开发商汇报的时候，哎，我这是什么什么风格的，这个风格定义没有。老外有什么说法呢？他们有殖民地风格。为什么叫殖民地风格啊？因为老外很多，尤其是美国那边，它每个区域是不同的人的一个殖民地，当年的殖民地，比如有西班牙殖民地那建的那个楼，所以它的风格就倾向于西班牙那种。那人带过去的那种风格都倾向于那个，所以他们有殖民地风格这种说法，没有我们讲的这种是中国人自己叫的。然后2007年的上海玫瑰园，上海玫瑰园，他也讲了，作为绿城集团在国际化大都市的首个高端房产项目，聚成的绿城产品，绿城精品战略的路线。通过整合国际设计团队，将老上海花样洋房的精髓，通过现代奢华城市别墅的形态，再次展现在消费者面前。这是它的规划图。它的密度就和杭州那个密度就不一样了，毕竟在上海的地方，还是适当的，其实它的占地啊、规模呀、都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只有中间这几个，中间就是整个的这种岛上的这些别墅是最高端的别墅，周边的别墅的档次就是比较低端一点的对他自己来说稍微偏低端一点的这种别墅。做出来的，挖出来的。挖出来的，挖水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你做地下室本来就要挖土，很简单。因为现在除非你是一个湖，那我会给你保留，一般的就是给你自己的设计需要，然后我自己什么情况都可以做，水还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做水呢，以后你们设计也要注意，
做水一定要有活的水源，不是说我单独做一块水就完了，就能做出来。因为单独做一滩水，不和外部水源连通，这个水很容易就是变质了、氧化了，因为它不能循环，很容易就臭掉了。一定要和外部的这种水源啊、河道呀、联系起来，然后这块水才能做得比较成功。也有自己做的，就是自我净化功能的这种设计，但是它就需要一定的技术标准。比如挖，这个河道是要挖到2米深或者1米5深，就深到一定程度，里面的水生植物啊，包括里面的小动物啊，才能形成这种循环，形成这种生物链，它才不会自己不会死，这种水质才不会变化。这个就是上海玫瑰园的一个样板区、样板楼，来看一下。前面一个大草坪，周边很空旷啊，这种别墅。现在绿城这个别墅呢，它已经不追求这种像很多公司追求的那种造型上有多优美啊什么的，它不追求这些东西，它就追求这种大气实在。你说它的造型有多美也不一定，那当然层次比较丰富，然后材料呢，施工啊这种工艺比较到位，有板有眼，所以说它的别墅显得档次比较高，别人的别墅就是比如这个样子，被别人搬过去，那做出来的东西简直就没办法看。他自己绿城他自己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施工队，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管理团队。看一下这个，这种的，他也没有用现在主流上用的很豪华的食材，没有，就用的面砖加涂料，但是他完全可以把这种效果做出来。这些图片，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呢？既然是靠这点的通风，不要通风了。不是，是灯啊，晚上的夜灯其实，每个台阶都有这种灯它有的是放在台阶上的，有的是放在侧面的，这个也是人家设计比较精致的一个方面，考虑的很全，立面上灯怎么打，灯光屋檐上的这灯光亮化怎么设计。因为毕竟做灯的话，就要留灯槽，就要预留出来很多东西。尤其做食材加工好以后，你再想加这些东西加不上去的。混凝土还好，早一块安上去就行了。餐厅，客厅效果。然后再讲一下长沙的青竹园，2007年出的。长沙青竹园呢，项目作为绿城集团首个复合型的别墅产品，继承了九溪玫瑰园、桃花源、山地别墅的开发理念，通过整合优秀资源，营造出视线优美的景观环境，特别是在私家庭院种植，这个要注意啊，私家庭院植物群落的营造方面，项目管理、景观管理团队创造令人赏心悦目的私家庭院气氛。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他们在长沙拿的地也是比较好的。绿城这个公司呢，在每个地方拿的地都是当地环境比较好的，因为它和万科是一样的，就是它去的地方，是比较高端的。万科呢，当然万科拿地也拿，万科跟它不一样，万科是拿不到好地，因为万科它拿的地都是那种城乡结合部，比较偏一点的地方，
因为当地政府希望万科把当地带起来，所以万科去了以后，可能大家纷纷在万科周边打地。绿城呢，它是走这种高端产品路线的，就是它一打地呢，就是高端产品会跟着绿城一块做啊。所以说，绿城在当地，尤其是这种房产价格不是太贵的城市，它拿的都是自然地段非常好的地方。上次去无锡去看，无锡的绿城也是在一个湖的旁边拿的地，这边你看一下，这个自然资源也很好。当然，它在杭州的时候，它杭州的盘也是，要不对着钱塘江，要不对着湖，都是很好的。在上海拿的地都不，自然资源都不好，上海本身自然资源都很缺乏。现在上海炒来炒去，一个佘山，还是一个小山。有佘山，再加上还有一部分是淀山湖，淀山湖现在还没开发啊，其他地方自然资源很少。看一下，这是施工现场的一个图片。这是他们的别墅区路口，别墅区路口的这种。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铁艺的东西，铁艺，它能把铁也能做成各种各样的这种气势出来，而且铁艺你做好了，这种门呐、这种效果一做，马上就像一个大庄园。它和我们常见的那种用混凝土的造型还不太一样，所以铁艺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青竹园。这个是什么？啊，这种别墅的设计手法也是挺经典的，它偏对称式的。它追求的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手法，它追求的是这种厚重感。厚重感设计是一般的设计师不敢用的。因为你图上一画出来以后啊，这栋楼这个立面你去看，窗户很少，都是墙面。但是这个墙面你要是画的好看，就是画的这种，因为墙它是表示的是一种厚重，你怎么来搭配它，形成这种雕塑感？就是你如果用墙去做设计，那你就用墙把它形成雕塑感，然后才出效果。否则的话，你可能要用窗啊，用什么把它分割一下，来形成这种虚实对比。那这栋楼你就看一下。它其实是用这个厚重的墙来做的效果，这种，你们自己也可以想象，你们自己画墙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么多？你们自己画墙可能就是一片墙过去了，其实墙也可以做很多种，明白没？就这样的墙都可以做，这样一做它其实也是建筑的一个方面了，可能像就是我们常见的叫非伏地柱啊什么东西的，这样一做对称关系啊，那种感觉啊，再配合相关的这种灯啊还有造型啊。哎，就形成一种比较独特的效果。这个，装饰的，这个，这俩有可能是结构上有需要的，这俩有可能是装饰的。因为它上面这块已经退台退进去了嘛。那我就算结构上用的话，我这块有一根梁，这块个柱搭到这里就可以了，也不用上去了。这个东西不一定的，就根据你户型这块需要，因为造型做出来以后，你需要这块做一个，如果有构造柱，那就做构造柱；如果没有构造柱或者结构柱，那就做结构柱，或者直接做造型的柱子也可以的。因为建筑这设计呢，尤其做这种别墅啊，实用性是一方面，比如入口的地方我需要强化，我需要单独的这个。这么做一个这种景观出来也可以做，无非就是多加点砖了，砌个柱子上去了，问题也不大。你砌个柱子上去，效果做出来，它能多卖几十万，那这个完全是值得的。下面一个露台啊，对。是门厅啊，你看一下，这不就空的吗？就是入口一个小门斗嘛，是吧？退进去了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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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柱子我也可以在这块嘛。比如我里面还有柱子，那我这块有梁搭过来嘛，对吧？然后我的门厅是本来门就可以开到这地方的呀，对吧？门开中间，然后就是就像这个门开到中间一样，这柱子还在外面吗？这不存在的，你的门开前面也行，只要是在这个体系内都行，它不影响。我大不了我这块如果上面有墙，我这块再搭一道梁啊，梁上搭梁啊，不一定柱子非要推进来，这个没必要的。那柱子只是搭梁用的，梁在哪儿，它柱子在哪儿，明白这意思吧？这个你看着是窗，说不定是门，它是落地的，因为你看不到。看着小，也有可能是装饰性的，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现场我还没去过，在长沙嘛，也有可能是装饰性的，这种都可以存在的。你如果做的比较合理，那比如我做实用性的也可以，都没问题，就看设计师怎么去设计它了。我只是给大家介绍这张图片，怎么用砖来做这种效果，怎么来实墙来做效果，而不是用那种我们常见的那种开个窗啊来打的那种韵律感，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因为这个效果啊，这个造型啊，和你真正的实用性还是有个平衡点的。你不能说我就追求一个形状，然后我里面造的很不合理，也不可以。就是在合理的情况下，要根据这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平衡的东西。你们以后慢慢工作年多了就知道了。不是说我刻意就为了做造型而单独做这个造型，而是他在做平面的时候，我可能想到这个造型，然后我上这边靠。那比如我正好碰到。另外一个设计师，那我就不这样设计了，那我可能就是，哎，这块拉平了，哎，上面做个顶也可以啊，然后这块稍微推进一点点，然后前面再做柱子，这都没问题，因为这都可以自由改的，没有这标准答案，就看你设计师怎么去设计它。就是，当你把重点部位拉出来的时候，你怎么来优化它？没有，它因为真正的这个柱子啊也没这么宽，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柱子呢最多也就是400×400的小柱子，那我外面这个呢可能就800，现在其实也要就算做的话也要把它包一块出来的，明白吧？就像那柱子在里面，这个在里面，它外面还要包一块，这个包呢你用砖啊用混凝土啊这个都可以的，包出来以后外边再贴面砖，就看出来有这么厚重了。它本身的柱子可能只有很细的一个柱子在里面，真正起承重作用的，在建筑设计里面，为了造型，有的时候你就做了，追求厚重感，厚重感这种前后关系啊、退台啊，它肯定是要靠这种装饰性做出来的，不然的话，这个建筑做出来就很平淡了。这是另外一个。这造型呢是来源于意大利的一些符号运用。这个就特别像一个庄园啊，有个这种大门，一打开前面有个水池，怎么样？一个水池，然后后面就是一系列的东西。那它比较大型的一个别墅，美式大宅。在它里面，后部游泳池。现在看绿城这边，它游泳池啊，尤其是大宅是必备的一个点必须要有游泳池。因为游泳池都称不上是豪宅，还有现在还做的比较好的呢，游泳池是室内连到室外，就是室外现在就是纯室外嘛，我们也可以做到室内和室外连到一块去，就形成一种延伸，那种做法呢是很多酒店里面的做法，你去看海南啊，很多度假酒店它就是那种水面是从室内一直延伸到室外，它有联系的。
样板房里面摆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实用的，但是为了好看，大家都摆。你们看一下样板房里面都是这样子。中国人吃饭不习惯用这种长桌，中国人吃饭还是圆桌是最好的，或者方桌。不知道为什么。菜多，这是一方面。这是什么？老外吃饭是分餐制，他是每个人的分餐都一样的，所以说做到哪都一样。中国人呢，就是一个菜大家一块吃，一块吃你在这放一个盘子，这边人就够不着了，就是互相之间交叉就没办法吃。所以说中国人的习惯啊，因为吃中餐的习惯肯定是圆桌和方桌，圆桌是最合适的，无论多大的圆桌啊，你只要能转起来就行。老外就是这种长条形的。他们一拉，大家看着一拉很大一排，然后坐这一排人，后中间可能放点水果，放几盘典型水果，其他都是自己归自己的，互相不影响。中国人不行。壁炉也是设计里面，别墅设计里面有必备的东西。它那个壁炉呢，因为我们在外立面上啊，经常能看到这种烟囱啊。其实这个烟囱啊和它壁炉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做的这种烟囱一般是装饰性的，觉得这个做烟囱好看，要不这块太平淡了，我要竖一个东西把这个感觉破坏一下，就是打破一下原来的矮板，所以我就做个烟囱在这地方。做个烟囱呢，那其实我下面是不是连着壁炉啊？肯定不是的，一般都不会这样子。有，不多。哎呀，真壁炉实用呀！你现在真壁炉真正做好了，也是用木材烧的或者木炭烧的，那搞得家里面乌烟瘴气的，谁愿意弄啊？有这种不实用，但是，除非什么在室外，在自己庭院里面、自己小院子里面，我见过很多，他就是做一个，也相当于一个，当然不是壁炉啊，一个相当于烧烤台一样大一点的。可以做烧烤，然后也有烟囱烧上去，在自己家小院子里面做室外的这种，小野炊啊，什么东西都挺好的。所以这是壁炉，你要是真正的壁炉吧，这块我肯定是要通上去的，通上去把烟排上去的，这没有了，这就是纯装饰性的。南京的玫瑰园，都是几个很漂亮的角度拍的。08年，这是青山湖玫瑰园，青山湖玫瑰园也就在临安那边。主要特征是，绿城集团在别墅产品开发水平，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辛勤耕耘以后，在青山湖玫瑰园达到了一个营造水平的高峰，不管是建筑、景观还是室内。青山湖玫瑰园均展现出成熟而稳重的优雅气质，其背后是因为设计资质、管理团队、材料供应、施工技艺的全面提升。其实这几条啊是缺一不可的。设计首先保证了你这个东西是比较经典的造型，管理团队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因为管理呢主要是管施工这方面的东西，不，这以施工为主，这个其实是很难管的，因为施工的工人呢。他本身的这种水平，都大差不差，都是那种不是熟练工人，都是从那各个地方批借过来的。怎么来管理他们？怎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材料供应这个不讲了，一般的都是，每个公司都有战略合作伙伴，你长期做这种产品，那我可能批量采购，然后它会价格也会降下来。然后施工工艺是需要慢慢研发的，有些东西，施工工艺为了简化或者提升它的一些品质啊，都要重新研究。这是青山湖，整个一个青山湖，其实下面很大了，很大一个湖，青山湖，它就是在湖的就是这几个别墅啊，其实是能看到湖的这些别墅，后边的别墅是看不到湖的，它在山的北面，所以它就单独沿，就是
就是形成自己的一些氛围，这一块了，这个道路进来，这块区域已经建好了，这块区域绿城做的是什么风格的呢？是那种西班牙风格的，因为它这个是在山脚下，就是很平，然后又没有景观，然后做的就像那个街道似的，做的比较好，地中海，那个西班牙风格，然后这个山上，这是山上。山上这块做的全是就是美食大宅，因为它有高差，啊，做了它这个景观呢，也就是第一个是靠着山，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形成游泳池来形成的。这一块的它规划的这块区域还没有开发完成，啊，最好的地段它都留到最后可以开发。啊，这是它的路口，啊，这个路口我个人认为很难看，比例关系啊之类的都做得不好看，嗯，大家觉得呢？中间这个突然高出来这么多，然后跟其他的这种比例关系都不好，啊，但是你去现场看的话，就是因为它的施工工艺啊，做得很好，你就把这种印象啊给你抹掉了，就是觉得也没觉得还有特别不好看，但是纯看图片你觉得，哎呀，这个怎么那么奇怪啊？这种比例关系很不舒服啊。这是美食大宅，来看一下。他那种车库都是停两辆车，可以停两辆车的车库，停两辆车，他们车库直接入库，然后前面还有自己的花园。这些西部其他产品都没有的，他都有。这是烟囱上的一些构造，这种烟囱，有的是刚刚讲的是为了装饰性的，也有的是就是我们的排水管道，排水管道它也要伸到屋面上去，还有那个厨房里面的烟囱啊，也要厨房里面的排油烟呢，也要伸到上去，所以结合这个也可以做，也可以做一部分做到屋面上。排水管道呢，我们知道排污水，比如有个主管，马桶里面下的水直接下到下面去，下到下面去，因为它毕竟这块比较堵嘛，所以说它有一个空气有个压力，有的时候排不下去，所以说在这个污水管上面啊，它会上去一个通气管，这是你们以后做施工图会碰到的，它会有个通气管通到屋面上去，这个通气管的目的呢，就是使它的内外的压力平衡，啊，你不然的话，这块有马桶，把这一冲下去以后，这块空气直接就没有压力就下不去，啊，就是它有个通气管上来，啊，这个通气管呢就要通到屋面上去，再加上它本身就有味道往外冒。所以它有一个高度要求，那这个地方呢，就可能就是做别墅设计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做造型把它挡起来了，不然的话放到路面上会很难看，一个白色管子，很细的一个小管子。这个是用的石材用的比较多一点，这个是这个大宅呢是它，山尖上。最大的一个，这个大概有1000多平方，这种风格的，室内。继续啊，去呢？下一段呢，讲的就是绿城的第四代的一个别墅，他们已经更新换代到第四代了。第四代的产品呢，他们就是整个一个团队啊，他们都是团队性质的，直接跑到东南亚进行考察学习。宋卫平就讲了。绿城别墅的研究应进一步强调建筑和景观的相容性，以及私家庭的私密性。这标志着绿城进入第四代产品别墅开发的第四代别墅开发的开始。也就是说，私家花园的私密性是这一代别墅所追求的，不是那种开场式的，这个就不讲了，相容性这都是他们从头开始到尾都比较追求这一个的。目前研究成果已经在法式合院。和海德项目的别墅设计中得到了体现，此外，他们正在这一系列的东西都在里面。
处理。这是他们考察的东南亚的一个酒店，巴厘岛的酒店，看一下。毕竟那地方的这种地段呀、气候呀，都比还是比较理想的。他们绿城在海南也拿了块地，所以说海南的这种风格呢，肯定也是做度假性质的。海南本来就是度假岛，所以他们去东南亚考察。这个呢，就是巴厘岛的宝格丽酒店，也是度假性质的。大家能不能从图片上能感受到啊？东南亚建筑的设计和咱们常见的设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最明显的，因为它比较炎热，所以要有这种穿堂风。对。就感觉就好像几个柱子撑一个大屋顶，几个柱子撑个大屋顶，有点像那种凉棚式的东西，这所其实说白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建筑啊，它形成都是跟它气候特点有关系的，它为什么东南亚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是它大顶为什么那么大？下雨比较多，下雨比较多，然后我因为平顶来说很容易漏雨的，我肯定做这么大顶，大顶呢，然后它做的顶呢又比较陡。是雨啊，及时排下来，不要积到屋顶上，它会漏雨。所以说，这是它的屋顶比较大。第二个就是下面空旷，空旷也是因为它气候比较炎热，它可能平时很少需要我有窗啊，开关窗啊，不需要的，就是它就是需要通风，就是两边通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木材用的比较多。木材用的比较多啊，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它当地可能木材也比较多啊，然后建造成本比较，建造起来比较简单，它不需要浇筑，可能就是装配式的。因为现在日本的话，他们也是用木材比较多，中国的可能用混凝土比较多，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木材啊，这种给人的感觉比较亲切，无论是木材啊，无论是在冬天或者夏天，就是给人的感觉它是比较适合人去接触它。不像钢铁，冬天的时候你会碰到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太冷。但是木材它没这个感觉，木材在冬天它会觉得，哎呀，也很舒适。在夏天它也觉得它又会很舒适。所以木材这是木材建筑的一个特点，是不是真的木材也不一定，它可能是密度板或者贴的木皮也有可能但是就是这种感官上的东西在设计里面也是挺重要的。完全不用考虑，它在赤道以内，它最低温度可能都要20多度，完全不用考虑保暖。它考虑最大的就是通风，另外一个它潮。